歡迎大家收看這一場比賽。今晚的天氣三個字，冇得彈。而觀眾席上球迷的氣氛亦都跟天氣一樣咁好，我們都可以感受到球迷對這場球有幾咁期待。始終都是一場很大型的賽事的嘛，雖然離這個球場的交通，喂，老實說了，真的不是太方便的，不過看到現場的情況，大家都知道什麼事，完全座無虛席啊。球場的氣氛非常熱烈，這些情況之下球員都會更加把勁的。開波了，明明有這麼多選擇，為什麼會這樣選擇？呢啲嘢真系少见啦！哎，而家可以反击啦！哥斯达古达可以话系史上最伟大嘅后卫之一啦。即系不过喺米兰嘅四天王之中咧，佢可以话系比较低调，唔系咁受注目噃。嗱，以能力嚟讲咧，佢完全系唔会输蚀嘅。喺战术上佢好有弹性嘅，佢可以踢中坚啦，可以打闸啦，清道夫啦。好明显要判罚球噶啦！个波甩咗出嚟啦！哥斯达古达洞察先机啊！马勒当拿，好啦，场波踢到而家啦，你觉得有啲咩值得留意嘅地方啊？两队似乎都唔想咁早冒险啦，仍然喺度摸索紧对手啫。做乜咁大嘥啊，后生仔！冇机会嗰阵时又话冇机会，而家有机会啦，又把握唔到。球波甩咗啦！祖迪比宁咸交咗俾佢啦，传个波过起跳啦，顶得麻麻地喎。哎呀，龙门口前面咁射失，唔好话安慰佢啦，你唔问候佢都好噶啦。今场波第一个角球出现啦，危机解除咗之后就立即反击啦。呢啲情况你唔入，随时人哋入翻转头啊！力量同力量嘅對決啦！揾人走位，南野確實好機會，佢越咗位啦！阿布勇樹逼甩咗個波啦！甲府風林呢幾腳啊傳得唔錯噃，過咗啦！防守的表现真的好啊！列斯詹士，反手为攻一定要快，一开始反击好好的，不过有头威冇尾阵，在眼前都几多选择的。嗱，呢一招唔 work 啦，左路突破得不错啊，而家点咧？祖迪比宁咸，美斯。一對一嘅話咧，呢個對手唔易應付噶。哇，傳得好深啊！解咗圍先啦，喂，喂，射佢啦！艾寧克蘭特，哎，攔得好啊！成個反擊都唔錯噶。如果入咗啊，呢球係世界波啦！哥斯达古达，唔使急，最紧要唔好慢。啊，呢个 match up 几得意啊！列斯詹士，好波，教炮啊，教正对方嘅后防啊！反击嘅时候唔够专心，失败，机会咁样浪费，失败。哇，后卫都上埋嚟助攻啊！呢球接得好啊！列斯詹士呢下救命啦！好嘢啊，食晒个位，成个反击都唔错噶。如果入咗啊，呢球系世界波啦！好，抢咗个波啦！俾波嘅路线又明显得滞嘅。
做乜咁大嘥啊？後生仔，冇機會嗰陣時又話冇機會，而家有機會啦，又把握唔到。中田英實呢球點咧？入球出現啦！個角度刁轉成咁，邊有可能救到啫？咁冷靜嘅射門，入波就係必然嘅結果嚟噶啦。甲府風林打破僵局，嗱，依家就唔係領先好多嘅啫，仲未可以放鬆噶。越咗位啦！过唔到去咯，算系好准嘅一球啊！哥斯达古达阅读球赛能力好啊，吓预测到之后会发生咩事？明明有咁多选择，点解会咁样拣噶？个波而家喺美斯度，祖迪比宁咸，差咗些少。哇！如果入咗啊，真系对手都未知咩事啊！加华迪奥位置感一流，挡住呢一球波啦。冇错啊，佢哋就系等紧呢一刻啊。艾宁夏兰德、阿布勇树都系应付得好好噃。球证吹鸡，上半场够钟啦。半场休息时间，目前咧就得一个入波啫。比赛咧仍然系激战嚟噶，都系下半场会点啦。咁啊，睇完头45分钟啦，你觉得两边踢成点咧？嗱，呢队打反击战术咧做得几好啊，睇嚟下半场应该都会继续咁做啊。甲府福林可以开开心心咧结束上半场啦，而家领先1-0嘅。比赛嘅尾45分钟开始啦，领先一球啊，好大意义噶。一开始反击好好噶，不过有头威冇尾阵。可唔可以俾到落去呢个空位咧？哎呀，争少少，成个反击都唔错噶。如果入咗啊，呢球系世界波啦。卡斯米路、艾宁夏兰德，我话唔定一球定胜负啦。嗱，速度喺呢个时候就好重要啦。南野确实甩开咗。南野拓头槌顶埋去，加华迪奥、艾宁夏兰德应该想尽快反攻啦。美斯唔会想输噶，可以话系唔落脚唔得啊！又俾佢解决咗个重大危机。明明有咁多选择，点解会咁样拣噶？射门啦，入咗，比数啊进一步拉开啦。嗱，你唔及实佢，就梗系俾佢入波啦。嗱，呢个波咧可以话系个个都有功劳嘅，即系唔系个个射门咧都要好大力啊，或者单刀过晒个防线先至得噶嘛。好似呢啲传波传得靓，咪一样可以入到波。